2018年，幸福嫁给罗晋。今年9月，她以爱心加爱心等于礼物的符号，间接宣布自己怀孕的好消息。她老公则同步转发她的贴文，开心地说：“与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。”这个喜讯不意外受到许多祝福，而准妈妈仍持续排新戏。没想到近来却疯传唐嫣已经生了，成为热门话题。据媒体报道，求证唐嫣经纪人后，对方未接电话，工作人员也表示不清楚，先了解一下。最后罗晋的工作人员才出面说：“我们都不知道，小道也不知道是哪条道。”否认已升职的传闻。非凡